关于光华智冠，光华智冠坐落于台湾腹地最大的工业区彰滨工业区，地处台湾中部，具有南北运输及出口之地理优势。光华智冠创立于1981年，成立数十年来，一直秉持着以专业、品质、服务、效率之宗旨，为国内外各大食品厂及各大需要马口铁罐容器之客户服务。虽然我们只是生产食品包材之制罐厂，但因本公司主要客户均为国内外知名食品大厂，所以我们以自我要求，依照食品厂之要求标准规划厂房，率先业界在2010年完成厂区洁净室之工程。我们之所以任性求新，秉持的信念就是给予客户最好的服务及产品。我们通过各项认证，同年2010年通过 ISO 22000认证，为台湾制罐业第一家，陆续于2013年再通过 FSSC 22000认证。我们努力不懈，通过各项严格审核及认证，为的是让客户们对我们更为信任。设备投资，丰富产线，提升效率。厂内拥有多条生产马口铁罐之自动化设备，其生产品质稳定，生产效率迅速，可以为客户提供高品质、高效率的优质马口铁罐。生产定时瓶罐，定期送检原物料。光华智冠一直以来使用最佳的包装材料马口铁，从源头便开始严格掌控，自主将原物料送检，生产时定时抽验确认品质，提供消费者安全、健康、幸福的食品包材。流水编号利于产销追踪。光华智冠一直以来使用流水编号，一力从源头便进行产销追踪，提供消费者方便、快捷、有效的追溯服务。为了消费者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更为放心，光华智冠提供防伪标签印刷服务品项，让您独一无二的产品在市面上更能放心流通，有效阻绝不向厂商恶意仿造贩售。光华愿景，光华金属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台湾最大食品马口铁制罐厂，我们比您想象的还要广而多元，有太多产品都能运用罐装，将您的产品做出更完美的呈现。我们更期许自己成为台湾优质产品回合平台，提供优质的包装与设计服务。我们比您想象的还要广而多元，促进各类专业食品代工厂与产品品牌商携手合作，联合国内各大食品品牌及食品工厂，为海外需求台湾产品之客户提供全面服务。
将 MIT 产品推销至全世界。